你说谁老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别打了，别打。他呢是垫底考进来的。哥，见习请问李大为。真是你哥。所长，您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一个是烈士之后。这就是你办公桌。这可是咱们局里的宝贝啊。所长放心，我保护宝贝。另外一个是高材生。博士。不是博士，是硕士。那我呢？这谁啊？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是觉得这个搭头啊嘴有点碎，但脑子够用啊。我救不了你，林姐。您这是肝硬化，抓您的脸等于抓您的肝。你闭嘴。小人了。冷静，新发第270条。徐总，局长送来的。师傅，就剩书台了。师傅，八里河派出所的。把兵工作。觉得你自己特能耐是吗？对啊。你找死你啊！